哇，超级英雄足球赛，太棒了！进球了！鳄鱼卡车，不要输球！鳄鱼卡车，你不该这么无礼！啊，不，他有尺寸枪，快跑！蜘蛛小宝宝，钢铁小宝宝被卡住了，超级卡车，做点什么？走吧，超级蜘蛛侠卡车，快走！留在这里，宝宝。当心！看，是尺寸枪，我们得把它拿回来。他要做什么？不，再试一次，超级卡车。宝宝们，我们要团队协作。让我们从鳄鱼卡车那里把枪夺回来。没错，他看不见。你拿到了。鳄鱼卡车在哪儿呢？我们怎样才能找到它？迷你超级卡车，太神奇了！鳄鱼卡车在哪儿？鳄鱼卡车一定在那里。钢铁侠宝宝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？让它回到合适的尺寸。鳄鱼卡车，很抱歉打断了你们的比赛。没事的，鳄鱼卡车，他们原谅你了。我们继续玩吧。谢谢你，超级卡车。
这片森林里发生了什么？动物们越来越大了。奇格博士，你最好快跑，这森林里有巨大的动物，看那只小老虎还是正常大小。我知道了，这肯定是你的邪恶计划之一，奇格博士。不好，这些巨型动物正在破坏汽车城，这是你一直以来的计划，奇格博士。超级卡车，汽车城需要你的帮助，你得阻止奇格博士。没错，奇格博士，超级卡车在追你呢。不好，这蜘蛛挡住了你的路，它看起来不太友好。你得赶快想想办法，超级卡车，奇格博士要跑了。哇、哦，好险呀！做得好，超级卡车。超级卡车，小心！鲫鱼和小鸡挡住了你的路。你想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哇，超级卡车，我还以为你过不来了。快跑，超级卡车，他们要抓住你了。哇，太可怕了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不会笑得这么猖狂，奇格博士。没错，你这个疯博士，你躲不过超级卡车的。哎呀，那肯定很疼。看来奇格博士需要休息一下了。我猜不止你一个人在追奇格博士，超级卡车。马蒂尔达会盯着奇格博士的，超级卡车，你得让那些动物恢复正常。超级卡车，那把枪是干什么用的？一把缩小枪，好主意。好了，我们走吧，不能再浪费时间了。做得好，超级卡车，现在我们只差……没错，你必须保持安静，如果你不动，它就不会攻击你。超级卡车，我想是时候让老虎恢复正常大小了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没错，奇格博士，你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修复。是时候把这些动物带回他们属于的地方了。多亏了超级卡车和他的朋友们，一切又好了。早上好，警官们。发生了什么？嗨，宝宝们，你知道的，你们不能在这里玩，你们必须停下来，否则警察就要来了。你还好吗？机器人马蒂尔达，你在干什么？超级卡车，机器人警察正在严厉地惩罚城市里的每一个人。自从宝宝们用球按下了红色按钮，它就变得很奇怪。我想是时候变身了。
好主意。嗯，加油，你就要抓到他了。啊，不，你差一点就成功了。他被困在里面了。没错，马蒂尔达去隧道出口把它关闭。加油，超级卡车，你没地方可逃了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我觉得你得想想别的方法来解决这件事。超级卡车，你有什么主意了吗？那里禁止进入。啊，好吧，你想通过做坏事把它引出来，就像他上次对你做的那样。来吧，马蒂尔达。看看，什么也没发生。马蒂尔达，别这么做，不要跑。超级卡车，你得帮帮马蒂尔达。再快一点，超级卡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？想那样按到按钮是不可能的。哇，转了一圈。有别的办法吗？当然了，是时候用 ST3000 了。好主意，这样你就可以从远处按下按钮。悠着点儿，超级卡车，慢慢来。好枪法，非常接近了。啊，不，这可不太好。超级卡车，是时候走了。你真幸运。看来一切都解决了。我觉得他们是想要他们的球。都是你的了。大泡泡是最棒的，但他们太难吹出来了。哦，是齐格博士和他的新发明，我想知道是什么。啊，不，齐格博士的泡泡制造机把桑尼困住了。快来呀，超级卡车，齐格博士把桑尼困在他的大泡泡里了。小心，超级卡车，看来齐格博士也想把你困在泡泡里。不好了，你被困在巨大的泡泡里了，是时候变身了。独角兽啊，我明白了，你要用你的尖角戳破泡泡。好主意。你自由了，现在去救桑尼。独角兽卡车来救你了，桑尼，做得好，独角兽卡车，你救了桑尼。但是其他卡车宝宝去哪里了？啊，天哪，齐格博士抓住了所有的卡车宝宝。独角兽卡车，你能帮帮他们吗？做得好，独角兽卡车，你拯救了所有的宝宝。但是等等，贝瑞在哪里呢？贝瑞飘得太高了，他无法安全着陆了。有主意吗，独角兽卡车？独角兽卡车要把贝瑞吹到摩天轮上去，这样他就能安全着陆了。你的计划成功了，独角兽卡车，贝瑞安全着陆了。做得好，你打破了齐格博士的计划，但是他去哪儿了？
他在那儿，独角兽卡车必须在他制造更多的麻烦之前阻止他。邪恶的奇格博士把莉莉抓进了一个巨大的泡泡里。别担心，莉莉，独角兽卡车也会帮助你的。泡泡太高了，这不安全，你得想个别的办法。好主意，莉莉的泡泡沿着彩虹滚下来了。泡泡滚得太快了，它可能会掉进海里。独角兽卡车，别担心，莉莉，也许独角兽卡车能把你传送到海滩上。啊，不，不行，加油啊，独角兽卡车！不好，泡泡破了，莉莉掉进海里了，救命啊，独角兽卡车！也许你可以使用 ST 三千。嗯哼。你成功了，独角兽卡车，你救了莉莉。不好，奇格博士还在附近，你要怎么阻止他？小心点儿，独角兽卡车，奇格博士又在制造另一个泡泡。奇格博士被困在自己的泡泡里了。小心，伙计们，有更多的泡泡了。奇格博士又来了，是桑尼，他真爱开玩笑。大家好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我知道了，这个蹦床是给宝贝们准备的，但是你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卡尔，看来你很喜欢这个蹦床啊。哎呀，卡尔，看来你得回一趟你的大本营了。安博，再见。这里就是狐狸节的比赛啊。哎呀，卡尔，狐狸节比赛的选手们正朝着路上那些干草堆飞奔而去呢，你得赶紧想个办法，要快。沃尔特，你肯定没办法及时把这些干草堆移走的，不过没关系，超级卡车来帮忙了。超级卡车，什么样的车才能把这些干草全都移走呢？哦，这个点子很好。超级卡车，这样你就可以方便地把干草堆移走了。走起，
蜘蛛呀！哎呀呀！宝贝们，你们在那儿干什么呢？你们在玩的时候都把干草堆推倒在赛道上了。超级卡车说的对，如果你们也想举办狐狸街比赛，在操场上比这里更安全。选手们都快到了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好像只剩几分钟的时间了。超级卡车，你准备怎么办？哇哦，超级加速器，这样你的速度就可以变得超级快了。沃尔特，快看他呀！他们来了，快！所有的干草堆都被清理掉了。哇哦，他们速度好快呀！选手们，祝贺你们，你们真棒！超级卡车，你也是，今天多亏你了。祝大家狐狸节快乐，下次见。嗨，伙计们，你们轮胎上的彩色轮毂盖多么漂亮呀！你是在傻傻的假装自己是模特吗？有人好像需要你的帮助，卡尔，你最好马上回家。巴拉巴，慢点嘛。哦不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。十字路口被一个路灯柱挡住了，安布尔在那里，他看起来很担心。那辆车怎么了？他看起来不太好，他太热了。另一辆车也是，他们现在就需要你的帮助，卡尔，快点儿！这里太拥堵了，请让开，发生了紧急情况，试试开到边上来，超级卡车。试试另一边，小心。哇，好险呀，肯定还有别的办法，超级卡车。一辆超级火车，
别担心，马蒂尔达，超级火车会把这个路灯路挪开的。再试一次，超级卡车。嗯哼，它似乎被卡在轨道上了。快点，超级卡车。嗯。你做到了！哈，嘿嘿，哈，哼哼，哈，怎么了，超级火车？哎呦，哈，那玩意儿吧，快来吧！哦，他们都太热了。安布尔需要马上冷却下来。你能使用工具 ST3000 吗，超级火车？好主意，超级火车。一个巨大的洒水器可以使大家都冷却下来。起作用了，你做到了，超级卡车，谢谢你的帮助，马蒂尔达会接手的。这些正好用来感谢你今天的帮助，超级卡车，好好享受吧。哇，看起来很有趣。照顾宝宝们似乎很累。哦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。嗯哼，嗯哼，嗯哼，看来马西莫在轮胎店出了点意外。哦不，小心！啊哈！哼！嗯，诶，嘿嘿！啊啊啊！啊啊！嗯嗯，你必须做点什么。嗯哼嗯哼。别担心，超级卡车过来帮忙了。好样的。嗯，看来很棘手呀。嗯哼，也许我们该进行一次变身。一辆推土机，太棒了！好样的！
哈哈，嗯，啊，看来你漏了一个。嗯哼。啊！哦不！哦，快做点什么？嗯。抓住吊车，太棒了！嘿嘿，嗯，你得再试一次。啊哈，嘿，好样的！哇！哈，你们来多嘛弟弟？啊，红的，蓝色，黄色，马西莫好像有了些新的轮胎。你们在想什么，宝宝们？哇，你有粉色和绿色的轮胎，太经典了。安博，机器人安博，你们在出紧急任务吗？不好，这周围有人受伤了。好主意，安博。机器人安博将帮助哭泣的汽车，安博将处理这个呼救电话。等等，受伤的是齐格博士吗？小心，机器人安博，这是一个陷阱。不好，齐格博士在精神控制机器人安博。小心，超级卡车，齐格博士精神控制了机器人安博。啊，哦不，机器人安博推了琼恩，现在他被困在混凝土里了。我们稍后再去处理机器人安博。快把琼恩救出来，超级卡车。一个钻头，粉碎混凝土的完美选择。说得好，超级卡车，琼恩现在安全了。那是什么？超级卡车，快！现在沃尔特有危险了。是机器人安博干的吗？沃尔特，你必须阻止机器人安博伤害更多的人。超级卡车，你发现什么了吗？超级卡车，是齐格博士，他还拿着机器人安博的遥控器。超级卡车，你得在机器人安博伤害更多汽车城市民之前毁掉遥控器。等等，我不是要让你撞上去。慢点，超级卡车。嗯。你可吓死我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只是想吓吓齐格博士，好让他放开遥控器。好计划，超级卡车。啊，不，机器人安博怎么了？他失控了，超级卡车，你得阻止他。我想你这次会需要 ST3000的超级卡车。好主意，你可以用牵引绳阻止机器人安博。勾住了，现在慢一点，这样你就能阻止它了。加油，超级卡车，你就快成功了。耶，你阻止了机器人安博，超级卡车。我们得把它带到汤姆的汽车修理厂修理一下。嗯哼，想逃跑吗，齐格博士？想都别想。嗯，安博，好好照顾这个病人。
看来七个博士是自食其果了。弗兰克怎么了？弗兰克，你还好吗？啊，不，没有消防车，我们在汽车城应该怎么办？发生什么了，盖里？糖果店失火了，别担心，弗兰克，超级卡车会处理好的。是时候变身了。超级消防车前来救援，超级卡车去糖果店。别担心，凯莉，救援在路上了。你能做些什么呢，超级卡车？这样就能把火扑灭了。凯莉有危险了，快点儿！快呀，就快扑灭了。凯莉看起来好多了，做得好，超级卡车，你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。不好了，本出车祸了，你得去干预一下，超级卡车来帮你了。如果本不停下来，我们就帮不了他。快去灭火，做得好，现在去帮本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，本？本不能动了，本需要被送到医院去，是时候使用 ST3000。 有了超级起重机，你就能把本送到医院去了。我们走。我觉得老虎宝宝下不来了，你必须帮帮他。小心，用你的水管。相信超级卡车，去水管上边。糟糕，又起火了，整个市政厅都处于危险之中。啊，天哪，火好大呀，看来你一个人灭不了这火了。弗兰克，你现在好了吗？那就去帮超级卡车，他需要你帮他灭火。起作用了。做得好。好了，任务来了。嗨，卡尔。有人需要你的帮助，卡尔，你最好马上回家。是杰瑞，他被困在了那座移动的桥上了。可怜的杰瑞看起来很害怕。马蒂尔达来了，当桥开始移动的时候，鲁莽的杰里想赶快跑上斜坡，他以为他能跑到桥的另一边去。
你能帮忙吗，卡尔？太棒了，我们走吧。坚持住，杰瑞，超级卡车过来帮忙了。桥停下来了，一旦它再次开始移动，杰瑞就会掉下去。很好，马蒂尔达，再让其他车辆后退。你要到水里去？怎么做呢？你想变身成什么？超级游艇，太棒了！不，桥又开始移动了。超级游艇会帮你的，杰瑞，保持冷静。闭上眼睛，杰瑞。想想海滩上的冰淇淋机，想着这些动作，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就是这样，慢慢平静下来。你做得很好，杰瑞。啊哈！桥正在移动，看来杰瑞就要掉下来了。快点，超级游艇，杰瑞要掉下去了。你在想什么？超级游艇，你要用 ST3000 吗？ST3000 磁铁，好主意。哇，真是松了一口气。你做到了，超级游艇。现在没事了，杰瑞。谢谢你今天的帮助，超级卡车。现在你们可以用冰淇淋来庆祝了，伙计们。好好享用吧。那真是一杯美味的奶昔。好吃啊！他们来自哪里？这是超级卡车的任务。快看，有人在山上。卡尔，你必须阻止他。不！超级卡车，快做点什么！大家都去凯莉的餐厅，你们可以躲在那儿。不，超级卡车，小心！
总要超级卡车。他要被撞上了。你还好吗，超级卡车？我们要怎么通过这扇门？你有什么主意吗？当然了 ,ST3000,我们动手吧。激光吗？太棒了。结束了，鳄鱼卡车。别这么快，先生。胆小鬼。什么？又是鳄鱼卡车吗？这是一个恶作剧。再见。好棒的集市呀。宝宝们，你们想要超级卡车给你们糖果吗？宝宝们需要你的帮助，超级卡车有一只恐龙在街上追他们。他们在那儿。小心。超级卡车，宝宝们。去抓住它，超级卡车。小心尾巴，宝宝们快藏起来。是时候变身了，超级卡车。啊哈，恐龙卡车，很不错的选择。做得好，超级卡车。哦，还要站起来了。
是时候再次变身了。投石车砸他！超级卡车瞄准腿！中了！现在瞄准另一条腿。多么有趣的舞蹈！用 ST 三千，冰冻射线，我们走吧。很漂亮的姿势，做得好，超级卡车，宝宝们现在安全了。恐龙也想要糖果。嗨，超级卡车，我看到你拿了些糖果。弗兰克昨天感觉很不舒服，这些是你准备的让他高兴起来的吗？你真是个好朋友，超级卡车。那是什么声音？可能什么也没有。你还好吗，超级卡车？不好了，超级卡车，糖果袋不见了。发生了什么呢？看，超级卡车，鳄鱼卡车拿到了糖果。不好，他要带着弗兰克的糖果逃跑。好主意，超级卡车，作为一辆警车，鳄鱼卡车是没有机会逃掉的。去吧，超级卡车，快去！你差点就抓到他了。不好，鳄鱼卡车要逃跑了。小心，是烟雾弹。小心，超级卡车。哇，好险啊！啊哦，你还好吗，超级卡车？不好了，鳄鱼卡车逃跑了。他会在哪里呢？你发现什么了吗，超级卡车？看，这是一串糖纸，这是鳄鱼卡车偷的糖果里面的。我相信你会在这条路的尽头找到鳄鱼卡车的。看，超级卡车，马蒂尔达在这里。马蒂尔达，你看到鳄鱼卡车了吗？他从超级卡车那里偷了一些糖果。哦，你看见他去公园了，你能帮帮超级卡车阻止他吗？谢谢，马蒂尔达。好主意，超级卡车，如果你们分开走，鳄鱼卡车就逃不掉了。结束了，鳄鱼卡车，把糖果还给我。不好，他又想逃跑了，你得阻止他，超级卡车。
做得好，超级卡车。想都别想，鳄鱼卡车，你逃不掉的。我想是时候把这些糖果送给弗兰克的。马蒂尔达，你能确保让鳄鱼卡车吸取教训吗？哈哈，嘿，弗兰克，看起来感觉你好多了。和你的朋友吃一些糖果总是有帮助的。嗨，鳄鱼卡车，我想你漏掉了一些糖纸。前面好像有紧急情况，安博和他的安博机器人从不休息。糟糕，莉莉看起来很不好。别担心，莉莉，救援马上就到。小心，路上有油。太糟糕了，你还好吗，安博机器人？不好，他们不太好，他们失控了。超级卡车，你在这儿呢，救命啊！你得去拦住那些救护车，超级卡车，他们失控了。坚持住，莉莉，超级卡车很快就会回来。同时追上两辆救护车太难了，超级卡车，你得一次追一个。超级卡车，你得再快点儿，安博要逃走了。哦，你不再是超级卡车了，你是超级赛车。我觉得他听不到你的声音，超级赛车，他好像走神了。小心，超级赛车！糟糕，火车来了，小心！好险呀！但是安博现在在哪儿呢？这是近道吗？你太熟悉这些路了，超级赛车！好耶，你就在他后面，快阻止他！糟糕！超级赛车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安博走了，这可真不容易。没错，超级卡车，用你的超级速度，太了不起了，没有人能比你更快。别放弃，你可以做到的。不好，运河，你们会掉进水里的。哇，好身手。没错，用上你全部的力量，超级赛车，你成功了，超级赛车，安博醒了，安博需要点时间来恢复超级赛车，但是他的安博机器人还在外面。哇，那是超级磁铁吗？太棒了，是时候去阻止安博机器人了。好快的反应速度，超级赛车，保持强劲，现在真的越来越危险了，现在你的机会来了，超级赛车，快用超级磁铁。好耶，你拦住了安博机器人，但他看起来并没有放弃，你得把他叫醒，加油，你能做到的。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等等，那是安博吗？也许他能帮忙。哇，太神奇了。糟糕，安博机器人朝着凯莉冲了过去。快想办法，超级赛车，时间刚刚好。你要去哪里？安博机器人朝着另一条路去了。小心，安博，安博机器人要撞到消防栓了。小心。好耶，你做到了，水浇醒了安博机器人，现在救护车恢复了理智，可以去照顾莉莉了。莉莉看起来感觉好多了，这多亏了超级赛车的帮助。大家好，你们在吃零食吗？哇哦，你在想象天上云朵的样子吗？真酷啊。哇，火箭洛基很有一套啊，看，小洛基也来了，好厉害呀。哎呀，
本，小心啊！宝贝们，往后退！哎呀，这样坚持不了多久的，我得赶快把超级卡车喊过来。卡尔，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，他快要摔下去了，快来！超级卡车，你来了！哎呀，果汁把地弄得太滑了。超级卡车，你得赶紧想个办法呀！这个点子好，一辆超级运输卡车。嗯哼。哦，大家往后退。嗯哼。本，别担心。超级卡车，快！别要跟他走。嗯哼。哎呀，你只能够到这么高了吗？就快成功了。超级卡车，加油！就差一点点了。本，超级卡车，加油！太好了，真险啊！超级卡车干得漂亮，还好没事。宝贝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你们也想下来了吗？不过你们是怎么上去的？我知道了，潘妮人真好，不过他现在已经回去工作了。超级卡车的车板有点太短了，是不是超级卡车？看来是想到好方法了。哦，一张巨大的弹簧垫，宝贝们，你们可以跳下来。对，宝贝们，照着本的话做吧，应该超好玩的。哦，你要先来吗？你真勇敢。准备好了吗？三、二、一。哇哦，好像很有意思啊，是不是？下一个是谁？哇哦，这我倒是没想到。超级卡车干得漂亮。哎呀，宝贝们，你们越玩越开心了。卡尔，今天多亏有你了。下次见。